慈心三昧，我们弥勒祖师的慈心三昧就这么简单啊。你在求道的时候呢，他就已经具足一切啊，我们求道的时候就已经具足呢修慈心三昧的一切的过程。所以你得到的那一刹那，名师指点那一刹那，直下无心，直下忘我的时候呢，你已经得到慈心三昧了。从此以后你只要诚心抱守啊，历代所有的禅师祖师，所有的仙佛菩萨全部都是在这里安身立命，甚至道家的仙人也是一样啊。像黄庭经，黄庭经里边讲寸田池载可以自生啊。那什么是寸田呢？寸田刚好就是这一寸的田地，就是玄关。所以寸田者非玄关者何，就是玄关。寸田池载可以自生啊，你整个的天地之间的造化生机全部在这里了啊。他说天堂也不离开这里，这道家也是这样讲啊，道家这些仙人修长生术也离不开这里啊。所以儒释道三家所有的仙佛菩萨，自古以来所有的修行者全部在这里安身立命。而今天我们这个道呢，轻轻易易明明白白的就传给你了，再下来就看你有没有信心，不需要你怎么去苦修苦练啊。我们修这个道要的只是信心。以前释迦牟尼佛讲三圣法啊，他讲声闻缘觉圣专门摄服那些小圣行者，他说这种法呢很难修，很难修，很辛苦，修起来很辛苦。后来又传一佛圣，一佛圣呢易知易行，容易修，容易知道，容易懂，但是呢难信，很难相信。只要你能够信的话呢，你受用无穷，千古艰难唯一信啊。今天我们天道弟子呢，我们道心门来到这里啊，亲近这个佛堂，我们活在这个慈心三昧的滋润之下，我们所要的做的只是把你的信心拿出来。只要你有信心呢，很容易的就可以和老祖师的慈心三昧契合，你自己也住于慈心三昧。这个时候呢，说的自私一点，你自己的命运，你家人的命运，跟你有缘众生的命运都会随之改变。这是就自私的角度来看。如果就大公无私的角度来看呢，你可以化娑婆土为莲花帮，可以把天国呢建立在人间啊，可以创造大同世界。只要人人明理的话，世界大同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诸位前贤呢，把信心拿出来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要信，时常要告诉自己要信啊，要相信，就这么简单的东西。名师一指，超生了死，三宝心法，回光返照，当体是佛啊，十条大愿安身立命，愿了可以还乡，就这么简单啊。这些原则抓住以后，你这辈子绝对受用无穷，你下辈子继续受用下去，而且你所有跟你有缘的众生呢，全部可以受到你的慈心三昧的滋润啊。这时候你的生命呢就充实光辉啊，啊，非常的圆满成熟。这个时候你才是真正的大人，法古今完人啊，这是你是完人。这时候你生命所放出来的气呢，就是浩然正气。诸位前贤本来就是很善良的，本来就是有少许的正气。这个时候呢，正气再养正气，变成浩然正气，古今完人呐、啊，啊，放着古今完人不去做，而且那么简单，只要你相信，啊，亲近佛堂，慢慢的你就可以成就古今完人，让浩然正气和整个天地融合成一体，天人合一，那个时候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大快乐，啊，远远超过世间所有的快乐。为什么？因为天地之间微妙的变化和你生命中呢，事事相扣啊。你生命的喜怒哀乐，所有的一些行为思想呢，都和天地之间的大自然的变化融合成一体。那个时候你生命的快乐是时时刻刻都在喜悦，身心喜悦安乐之中。希望诸位前贤呢，紧紧抓住这个天命金线，一直往前走，没有错，不会骗你的。所有的祖师都是走这条路。希望诸位前贤要想要做佛，要想要做菩萨啊，要想要接续祖师的道统，那么呢，抓紧这个天命金线不要放，三宝诚心抱守，十条大愿照愿而行，保证你成功。